好，现在本席宣布，咱今仔日的会议正式开始。咱甘副市长、咱市府李秘书长、开咱各局处单位主管、新闻媒体所有好朋友，本会咱郭秀珠议员开全体同仁，电视机前咱的乡亲长辈时段，今仔日是咱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三十二次的会议，上午议程是咱的市政总质询，每人质询时间五十分钟。今仔日质询的顺序，由着林良义议员、郭秀珠议员、陈秋平议员，啊，咱林良义议员因为家中有工课吼，伊市民来质询，咱继续即马着由着郭秀珠议员来做市政总质询，时间五十分钟，郭议员请。大会主席，咱赖议长，咱各位主管处长、李秘书长，咱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大家早安。现在是本席质询的时间。本来要甲市长讲一句话哈，啊，因为市长拄啊好无来啦哈，啊，咱来甲副市长请，头前请。虽然咱伫议事厅内底哈，啊，大家拢吵吵闹闹啦，啊，因为哈，我含市长哈，立场有一点无共，是因为我是议员，伊是市长啦哈。不过，阮有共同的理念，就是拢是为了台南市这块土地伫咧拍拼哈。来第一张图。咱的水利局长，马进，好啊哈，你电话讲了，这里局长，咱的这个甲处梁吼，抽水机已经发包嘛，是，拄只你有甲我讲七月完成。每年七月当搁增加两台，会当处理好。两台吼，来下一张图。即摆吼，就是讲迄个梅基台风嘛吼，结果咱两台，即两台佫加落去四台吼，你就有反应啦。你也你有看到嘛吼，水淹到呢，啊，结果你水抽走袂离，抽走袂离咱的农民，咱的幼农，伊的渔网拢受灾殃，你知吼？啊，即摆我有伊有一个建议，伊希望讲咱这四台明年七月嘛。即摆若要阁甲你建议讲加即个抽水机，是一定嘛无办法抽袂离的啦。啊，即摆无，阮赶紧安排一个到现场吼，去了解一下整个即个状况，因为阮目前是甲处寮即个抽水站吼，啊，原本是设计是讲放四只迄个抽水机。放四只，即摆有一个建议，就是讲吼，咱遐地势较低，是下一张图。这张尔吗？我系讲，咱即卖有一个建议，就是遐有一间养老院，你知嘛？对，系我知影。遐有一间养老院，是毋是讲迄个所在咱做一个闸门？哦。因为这是恁水利局专业啦。啊，结果你有这个建议，啊，佮有一个你有建议讲，是毋是会当伫迄个堤防顶吼做拱啦？我是感觉讲，这阮是较无遐内行，是毋是讲我会咨询煞？马上安排会勘。好。我不是无希望讲，咱每一届来讨抽水机，你看这两台我争取几年，咱的速度有较慢小看。其实治水是咱市政府、咱市长伊的政策，啊嘛是伊上重视的。啊，佮有咱的李副秘书长，会使讲整个咱台南市的治水咱治了真好。不过最近呐、啊，就是加载台风拢无意外，可是啦落雨。马头镇就开始一个淹水，所以这个所在，我希望讲，咱我给他咨询上，啊，咱马上安排会勘，是不是？搁要做一个闸门，还是讲咱有啥物方法？慢讲吼，那风台还是雨落急雨，啊，等要五六天才会退水，安尼真正造成足多个不便呐。哈，来下一张图 ，B 头，哦，这是 B 头排水，这你有看嘛？咱有做抽水机嘛？你有做抽水机下一张，这抽水机你有看到？若是有抽水机，就无白带。秘书长，你对这治水你嘛真熬啦哈！有抽水机就无白带，有白带就无抽水机。结果
咱有一台派去，啊，有一台小小台，佮不管是都袂用着。甲伊做这节报告了吼，因为这边梅基台风伊落雨时间真长，啊，雨量佮超过咱的设计标准了吼。啊，目前吼，阮已经有初步吼去现场吼，会勘了进，要甲伊的头前有自动闸门，后壁佮做垂直闸。啊，另外吼，咱这个平台的抽水机的抽水量吼，阮佮想要来佮来增加。啊，咱的增加这个抽水机，敢袂佮像咱家厝了安尼？搬过来呢？我报告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吼，阮已经有赶紧吼，伫梅基台风了，就赶紧报去中央啊。所以的，阮那是中央，阮初步已经嘛请阮的科长家吼，就是讲先来设计啦。等中央的经费那是落来，阮就赶紧来处理。是吼，来下一张图，即卖你也看哦，这拢是鼻头排水。伊个咱的两台抽水机底下，一台是歹去，啊，一台是。嘛是有烧气啦，听讲有烧气啦。啊，你即卖有抽水机的是无白台，有白台是无抽水机啦吼。啊，拄仔你讲我有听到，你甲看，这上无爱一礼拜靠有法度停。啊，所以吼，这鼻头遐本来吼，咱是即个滴水吼，啊，规个大排拢清过嘛。啊，所以即届你甲看，真严重，是毋是缩缩啦？是，阮目前吼初步就是规个就是讲，甲即个白台吼，佮加管，加管了后吼。个来增加迄个抽水机吼，看敢会当放四架迄个抽水机吼，赶紧来来倒抽。时间偌久？这部分我已经报去中央啊，中央这边经费拿得来，我已经叫阮董事先设计啊。咱嘛有预备金啊，你拢宝宝要等中央落来，为啥吼？我来讲饮料啊，尤其咱这庄卡拢带老人，尤其咱这拢庄卡，你个忙要落门蛋抽。大概若风台淹水就是这部分，阮设计好吼，阮会看经费吼。若是中央有补助，赶紧用中；若是中央补助压袂落来，我会甲顶管报告一下，看敢会当用其他的经费先来处理。咱拄仔加在鼻头都要做一个护体啦，啊，若无真正会阁愈严重。郭议员，我们秘书长要跟你回应，好吗？那个水利局长，请坐。秘书长，关大家议员报告哈，有关这个部分的经费哈，咱。再去有跟行政院联络，哈，原则上应该是十二月份就会核下来，哈，啊，所以多少钱？伊包括几落项啦，哈，就是咱为了要增加抽水机等等，哈，啊，所以应该伫十二月核下来，咱迄个完成预算程序的再来发包。我感觉这个大塔多啊，咱的局长讲四台，啊，那假厝寮遐可能买加两台啦。啊，另外嘛，大家议员报告就是小厝寮遐吼，迄个时间会较久，因为迄个部分。迄机组唔是即款的移动式抽水机，伊迄是大型的，啊，所以较好用较大型的。迄大型的机组，莫讲你即摆有白台，佮无抽水机，有抽水机佮无白台，安尼我感觉。大型的机组吼，价值那迄个预算都要两千几万，所以唔是像这一百通万一只都有法度做，啊，所以迄个需要争取的时间较久。安尼唔得。好，啊，第三就是讲，其实鼻头里家吼，啊，佮社畜了，其实鼻头里过去那无遐个提防。无遐个提防的建设，将那像即个安尼淹入来，差不多一人管，人稳，会到一个人的那个高度，因为咱你看咱咧提防的管道哈，啊，即马其实即个淹整个满道，才干那一户超过有领着补偿金，超过五十公分，剩咧拢伫二十。核心足大不便啊，因为你水过来刚较提啊。但是，照你讲的，就是讲那，虽然无淹去到厝内底，唔过嘛是真正足无方便呐。哦，老百姓损失嘛就大，但是甲以前的饮水程度差足多。知影，伊咱秘书长一定是无问题，我对你有信心，哈。啊，所以咱今仔日经费拿落来，马上处理，好嘛？由马道优先，尤其水利局长马道加赛哦。啊 ，OK， 下一张图，嘉吼，干部局长，哇，这做轻客的啦，这就是吼落雨过，啊，咱的路吼，这个机车道，那积水啊。啊，即阵足侪吼，桥都卖拢跋倒啦吼。顶届我来建议即个码头口遐吼，啊，你处理啊，正好马上就处理。所以即个所在吼，啊，你若咱我今仔即阵山马上看是路面要甲敲开，顶甲铺平，因为即拢已经长期落雨，啊，车够过，啊，所以造成吼，你看即摆即水底遐安尼交通真危险啦。是。局长，你请坐。好。下一张图。一张。水利局长，这张就是咱的码头，哈，伫迄个菜市啊呀，包括中山路，
包括咱消防队分局的头前，每今年已经淹水淹两届，拢淹30公分。为说伫迄天吼，咱我有甲局长你讲嘛吼，局长你敢那讲，这毋是属于咱水利局管的？就是讲吼，目前因呢，咱目前的这个侧沟参雨水下水道吼，伊的设计标准吼，无法度因应目前的这落雨的状况啦。因为近像即阵9月6号吼，伊一点钟落80几毫米这个雨量，我知超过咱设计标准，所以阮近金阁满道的雨水下水道，目前已经办理这个检讨。就是讲吼，要用以后要用迄较悬的迄个设计标准吼，看要安怎来做一个改善。你看看卖啊，好，是毋是讲伊的伤寒小细，还是伊的水透袂离？就是因为咱的细，咱的水高细条。这部分吼，阮的同事已经有参干部局吼，先去做一个了解。这部分阮会继续参干部局吼，看敢会当赶紧会当清的先清，有瓶颈的部分啊，先做一个改善。是会当伫恁水利局的网站。啊，甲阮的码头，啊，甲真侪咱的地名讲一下。哦，好。好咱什么时阵要来改善这个所在？咱要保证伊落急雨，无要搁再淹水，因为这条是伫咱码头的上界老街的街面。是。啊，咧落去，这是一个码头的门面啦。是。啊，大概若落一个较急雨，啊，得30公分。尤其啦，拢伫迄个华南金矿、永昌的头前，迄、那个华南银行，啊，甲第一银行。是啊，甲码头分局，甲咱消防局长的消防局的头前，诶、那个迄、那个消防队啦，所以这足重要诶。我相信今仔日真侪咱的码头地面的市民伫咧看，因为这个所在几乎啦，落一个急雨，无半点钟，无一点钟，就淹30公分、30-40公分，只有交通拢车来去，有可能会歹去的吊车啊，所以这非常严重。对，甲伊只报告者，因为这部分吼，阮嘛是有感觉到吼，最近迄个急雨吼，迄个雨量愈来愈大，所以咱进检讨这雨水下水道的间隔的这個系统吼，就是要增加伊的排洪量，吼，希望就是讲会当改善。我希望马上改善啦，好吧？好，阮检讨了，我赶紧来有瓶颈的部分，速速来处理。好，你请坐，来下一张图。这是咱的码头港区，那个迄、那个地震局长，我会记真吼，我当做议员的时阵，这个码头的港区，我着伫中央，咱陈水扁咧做总统的时阵，掏10亿的经费要当来开发这个港区。啊，最近嘛，才感谢咱地震局、甲都发局，啊，甲咱市长。叔叔有要甲这个工业区来做开发，来做一挂迄个道路的开发。是安怎我听到的？这个经费伫这10年无做，这个经费骗20几万呐、啊。这个开发案骗二十几亿，二十几亿。我甲议员报告哈，对，就是这个马道工业区哈。在今年的10月5号、6号，因为我的时间无足多。好，啊，议定就是比较简单说，就议定大概明天都要从化计划书报。你是要用公开招标嘛？啊，报内政部啦，计委书要先报内政部。计委书报内政部一定无问题，偌久会落啊？偌久会落啊？依据差不多2个月啦，吼。2个月落啊？啊！你即卖的经费的工程款偏二十亿，对，二十亿。啊，我当听到还25亿。25亿是包括迄个重划费用、拆除费用遐，吼、哦，总共是24亿啦，吼、哦。总共24亿嘛，对，24.8亿，所以我查无唔对啊。24亿，因为即卖咱的地主已经烦恼，已经烦恼讲，啊，是唔是讲你偏工程款偏遐多，因为。比例嘛，因到时阵你做好工程，伊要分偌济趴？我议员报告哈，其实这个是最主要哈，跟其他从化区差别就是在土方量啦，哦，因为码头工业区它的地势比较低，所以我目前预估要填土方大概130几万块。你的土方怎么几下？你的土方怎么那么贵啊？一方是一方三百，要惊死人。吼、哦，我
到时候哈，市政府办开发办重划，一定爱趁钱。嘿，无，这甲趁钱无关。偏执嘛爱顾，这甲趁钱无关的。是老百姓的啊。我议员报告吼，就是有老百姓有咧质疑讲，到时一放开300块，那会遐尼贵？无紧，到时若准讲招标吼，标它标下来的话。我們的費用是很少，萬一沒有標下來怎麼辦？萬一如果沒標下來呢？沒標下來就只有招標了，因為各個廠商會靠他的。萬一如果沒有減下來呢？我們騙那麼多錢，為什麼我們不要一方，人現在以市民的行情，都也2-3到2-5而已。這我，因為它包括載運，你的工程款我整个包括载运滚压啦，包括载运滚压的钱一共是300块啦。反正我知影你的感动就好啦，这件就交代你。我是希望讲，我听讲是109年，咱较要分迄个所有权证。我原来报告啦吼，预估差不多是这样子啦。我是感觉讲吼，咱会当加强速度啦。因为我们所有工业区很多地主他今天有跟我拜托，他说议员你要咨询是不是可以拜托我们地政局，是我们108年可以分这个所有权证，因为这个工业区一直没开发，很多地主把土地都放在那个地方，结果扣地契税话都扣到现在，包括你开发好他要买，有可能他还要拿钱去放人。好，我尽量来因为我们在经济好，等到现在，等到你不开发，现在已经经济又较不好，这是我的拜托啦。108年，看会当分到所有权证无？好不好？我尽量来观看卖啊嘞，吼。尽量观看卖啊，吼。尽量啦，吼。迄个四部计划送去内政部嘛？重划计划书。重划计划书。明天送。明仔载要送。嘿，明仔载。要办。咱的座谈会不是拢办到差不多啊？差不多大家都有同意了嘛。对，现在就是说，那当时经过咱的市区重划委员会，然后整个资料要再重整。整个资料为什么没有我们的？资料重整，因为那当时地主的意见吼，有部分我们有采纳进去嘛，所以有重印嘛，所以重划费用有减下来，已经有减下来1亿的啦。好，好，你局长你请坐。杜阿局长，即卖。你的工业区敢阁有你的工课？无，差不多都是计划办拢完成啊。只要伊重划计划书有核准吼，算拄只要发布而已。我蛮该感谢啦，因为有对阮码头工业区，会使讲即10几年啊，你嘛足认真啊，足帮忙，要甲阮斗开发啦。这是为着地方啦，拢是做一切尽力啦。即卖阮拢足欢喜的，尤其个咱的转运站嘛伫遐。遐交通嘛拢足方便的啦，对啦，吼，遐若较紧融合，可以当互咱一挂工厂较紧落来进驻，这确实对码头嘉义吼，系迄个就业人口要增加，对，嘛吼，阮的曾文区吼，人口愈来愈少，看会当增加，讲即个工业区若较紧来动落去，互一挂工厂的当来进驻，是，嘛当互咱加咱的就业机会啦，吼，对，所以遮非常感谢你，请坐，下一张图。这是迄个龙田火车头嘛，哈，这个交通局长，即卖是不是要做迄个转运站？这个跟议员报告，这个龙田车站，我们即卖我有听讲吼，要做这个转运站，已经争取到中央补助，我们先规划设计，目前正在发包规划设计。是不是讲这个转运站要设在这个车头？我非常高兴，非常谢谢。是不是麻烦局长会当含咱的里长小可沟通一下？是不是伊的线伊爱较侪条的？因为迄个所在我知影，拢有人在停计程车，伫遐咧等候咱迄个坐火车来的。嘛有足侪家长会伫遐咧等候要接送伊的囡仔，所以迄个站只有一个转运站，我嘛非常欢喜啦吼！感谢，看会当速度较紧的袂？好，好，请坐。来，下一张图，这是咱的南外宽道路吼，干部局长。咱的下雅南外环道路，即卖唔在进行到底吼，你简单甲本线说明者。是，现在咧办这个土地征收，因为吼，伊咧办的中间吼，他知影讲最爱这个经过环评，环评大概吼，这环保局之后吼审过吼，阮咧修正，来大哥上环保局。当时要动工？明年上班，明年下半年应该是会，嘿。没问题啦，这工程要做多久会好？
至少伫1807年年底会好，吼，伫后年会好，差不多。啊，因为阮爷爷乡亲吼，因拢足高义啊，啊，因若拢袂晓讲吼，啊，当初咱要家征收的当中，有去买，会晓讲先去买卖，好提升迄个价钱啦。啊，结果迄天咱咧开座谈会时，我本身有去。啊，是毋是一寡乡亲拢会感觉讲，安尼个赔偿有较少小块？咱袂使讲路面个含内底赔共款，啊，这是本身个建议啦，该予伊大家拢会当商量，大家拢会当满意，好无？好，你特别该关心一下。这个地价伊有一个一定个制度啦，吼。一定个制度我知啦，啊，毋过吼，总是嘛是有几个阿姨感觉讲，啊，我本来就伫路边啊，啊，佮含阿伯个，啊，即个迄个保险费佮征收费拢白白，当然因会感觉讲安尼因较受着委屈啦。好吧，这关心中处理。好，啊，这个所在嘛，真感谢啦吼。咱请咱的干部局长，加咱即马也是咱的副局长啦吼。啊，所以这个所在啊，真好啦，这里近代当来完成。啊，咱差不多偌久做要做好？我拄仔敢那无看。1807年底会好。1807年底呢？进前会好，进前会好。好，谢谢，请坐。下一间哦。嘉喜咱的日照中心啦哈，一个局长，社会局长。这是伫阮码头倒一下，你敢知？这条道。蔡奇亚的楼顶吼。啥物人甲伊教？我看无叫到你。这吼有一个泡沫消防设施啊，吼，讲得爱明年才会完成啦。啊，因为这个所在其实是一个市场啦。啊，你这个消防设施吼，会使讲泡沫设施，这个咱拄啊做伫个地下室，你即卖甲等啊明年才完成。伊根本都无法度停车，包括真侪人嘛，要接送，甲伊个时代人要接来这個，我感觉讲这个所在设底下是足无理想的，去影响到人一挂市场个做生意人。好，迄个所在较早是咱码头个代表会嘛，我感觉这个所在，咱要予老人，要予咱个时代人，要来伫这个日照中心，就是要予伊一个较好个环境。结果伊伫遐，去里就闻到菜市仔个鱼仔味。啊，造成咱这摊贩伊嘛足无方便的啦，是毋是讲这个泡沫消防设施吼，会当较紧讲，伫这两个月会当完成未？慢讲等家伫迄落。我来甲好，你话，我来甲消防局这边研究看卖咧。研究看卖啦，我是感觉讲这个日照中心吼，是毋是会当叫伊刷位啦？迄个所在人来做社区嘛较有理想，伫遐无下啦。嗯。以后，咱若老的时阵，咱敢无希望讲啊？咱伊那咱的囝伊是坐去上班，啊，甲咱载来遐，啊，无一个空间。好，阮最近拄啊拢，树啊，通乘凉无？是，阮最近拢每一区吼，拢咧盘点一个场所，啊，所以阮过来看有较理想的场所无？好不？哈，感谢。赶紧啦哈。好，感谢。下一张图。哦，咱的甘副市长，着你啊。多啊！你一定心内感觉讲，这个桂议员较会叫我来遮徛，啊，拢点点。其实我知影你的民调即卖伫阿边，我特别叫你来遮徛。其实你唔知影我的用心，要让你的民调较紧会当提升。因为今仔我即阵台南市咱现场转播，所以你去敢是爱甲我说下者。我想要来问你啦，哈，昨这篇报纸。你敢有看？咱市长讲的话，会知我有看。你有看？对。啊，你敢有啥物拍算？你说我无了解议员。市长有讲，无属于啥物接班人，伊赶紧要拼咱台南市的市政甲建设。是我的宗旨是甲市长同款，我认为讲市长讲了非常对。民主时代无啥物接班人啦。你的无缝接轨，就是市长没有你接吗？你这样会县市长不易呢。我想这个是个人的解读啦，我来讲，我无叫你引的时阵，你忙引，好不？啊，我请问啦，哈，你若今仔日因为我给你咨询，啊，你的知名度关起来，啊，你若满意，你当选市长，你敢会当做比咱偌清的搁较好？你敢引 A 甲 B？这个物件袂当安尼比较，时代需求。你点点？你若安尼，我不，你若不安尼，我不甲你回答。
你无法度，啥也袂当回答。我甲你讲，我的答案，我相信你点点。我的答案吼，不是，我的答案吼，不是A甲B。你若要安尼，我就袂甲你回答。你无爱回答，你就莫回答就好嘛，因为你无法度讲嘛。不是我无法度同佮讲，是你抢我所难，一定要做这是非题。是啊，我要甲你讲，时代吼会改变，有新的做法。时代咧改变，八当前阿袂传承和平性格。我知影，所以我咧讲你若，我知影，所以我甲你讲，时代改变吼有新的做法嘛。大家时代需求，大家拢无同款。不管是什么人做市长，拢是同款的。时代若改变，咱的罗市长，这几年、这两年，在咱的这个民调六都内底拢第一名，拄啊这个时代，伊较有法度第一名。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我想是，是不是就好啊？我想是根据吼，咱市民无同款的需求，大家无过去无老人社会嘛，即卖有老人社会嘛，请你过去咱合阿的合并性格，即卖已经合并性格啊嘛，请你点点啦。是无要听你，正是我即阵的时间呢。你要甲我做是与否，我是不回答。我今天无要甲你冤家，我嘛无要甲你冤家啊。我今天是要甲你斗三家。我今天是你甲我问题，我要甲你做一个中完整的回答嘛。你无法度应，无要紧，因为咱罗市长伫六都内底拢第一名，阮是拢大家拢有目共睹啦。啊，你即卖就是一定，人伊是赖神呢。你若无才调，你就为山为海，为讲以后你若当选市长，时代无同。当然时代不同款，你要选议员嘛，同款时代不同款啊。三门区的议员，四当前对你的想法，即马对你的想法是安那？你甲我回答。来，这件好，你就安尼应啦。好，我请问你，你是咱三门区的？你嘛是三门区的，是啊。对，即卖上届咱需要的，就是客南客北，咱客北拢一直方便联系啊，你敢知？我拄仔是安那叫你伫遮徛？我想要让你知影，讲咱在门口，咱码头即卖目前，咱要咧治水，你嘛无咧注意嘛，你干那伫遐咧徛袂掉。我来讲，你若当选市长，你要伫遮承诺无？你有法度甲新的市政中心刷来码头，刷来咱在门口，刷来咱溪北，予伊咱溪北绝对袂当平衡，绝对袂叫用边缘化去。你有法度无？来，你有法度无？即卖候选人。一定要端出牛肉，我会尊重所有市民的意见。这个东西，市政中心要算是整个台南市的市政中心。我想每一个区都有不同的意见。后一任的市长，你那个，我想郭议员，你不要强人所难。今天讲善化，若讲叫我要市政要做善化，做安定，做新区。我就跟你讲，尊重市民的意见，本来就是安尼啊。尊重市民意见，你敢有关心？那是你本身会当安尼讲，因为你本身是咱们区的议员嘛，你会使安尼讲。但是我身为台南市副市长，我一定要尊重市民的意见。郭议员，嗨，好，我们就在我们的位置质询。那个副市长，如果我们议员哈，需要你答询，我们再答询哈。好，谢谢你。我今仔日不是啊，你都甲我讲会使，甲袂使就好啊，对不对？啊，你不可以不回答、啊。我甲你讲，咱咱们咱曾文区，咱上届需要的，咱的人口愈来愈少。给副市长麦克风。我嘛希望讲，咱这区会当出一个市长。其实你若初选来过，我会全力改听。我嘛会足欢喜的啦，我嘛会足欢喜讲，咱台北要出一个市长。那是咱甲新的市政中心设伫咱的区，当然咱是上欢喜的啊！我唔知影讲你一群就杀到遐尼厉啦，好，我唔知你一个啊，那安尼你做市长，唔着无啥物功能，然后你做，我无叫你应，你拄好讲你无爱应咯，你即马阁要应，请你瞧好。我感觉讲吼，我做你是用台南市副市长的心来才甲我接顺的，当然啦，唔是用咱们区的居民来接顺的啦，啊，你是咱们区的议员，是啊。我今日徛伫这个所在，我今日我必须要声明吼，你的问题吼，我必须要。你都讲无爱讲话啊，你搁要声明？你等下较发声明个，是，等下较予伊发声明个。哦，你家讲你无爱讲话，唔是我无予你讲哦，因为你无该讲的拢一直讲嘛。我哪会无该讲？啊，你我都无甲你问的，你也要讲？
我就跟你讲，我今天已经邀请你来，就是要让你提升你的，你的迄、那个。感谢，感谢，感谢郭议员的用心啦，吼、哦，感谢啦，吼，是啦，嘿。我跟你讲，因为我知你的民调落后，因为我今天你唔通唔通，你唔通讲这个问题啦。民调落后无落后吼，你卖倒议员讲这个问题。啊，你都讲唔爱赢啊，你还搁遐搞话。啊，你唔卖讲民调这个问题嘛。啊，这是我的代志啊，这是我即阵的时间啊。啊，我必须要跟你杂志啊。啊，我给你。你凭什么搞杂志？我讲你讲的，你讲的，你讲的，你讲的不是属性啦，你讲不是属性嘛？你开不爱点点啦？你他妈叫我来，我都袂点点啊！啊，你头先我袂点点。你叫我来，叫我点点，我都卖来都好啊。朱县开出你朱县的功能好吗？我们严副市长哈，那个郭议员。来，严副市长。你现在跑几层？我袂啊，我来接顺，这是我的管理。你拄仔讲唔爱讲话，啊！你讲话，你啊！你若你若你若叫我卖讲，你话好酸人嘞！你若叫我卖讲，我就卖讲话就好啊！啊！你我就叫你卖讲话。你若卖你若卖叫我来，我就袂讲话啊！你叫我来是要叫我讲话啊？你叫我来，佫袂爱和我讲话？哎，叫我来遮要创啥？我你是你家己讲唔爱讲话，唔是我唔爱和你讲啊！你讲叫我，你若讲我若不回，但你若袂，你就卖讲话就好啊！继续听落，啊！你即卖就怎准备伫厝外头？我拢无，我对付过议员吼，我无要，我嘛无要甲你冤家啊。我嘛无爱甲你无好啊。是啊，是啊。你若看到我，伫台顶含穿好，你都无爱穿好。我徛起要甲握手，你嘛无爱按。你敢甲我握手？我想要甲你无好啊。我想吼。啊，你想要甲我无好，我感觉足奇怪。啊，你是即卖票多啊呢？民调先，民调好呢，无需要人甲你斗支持呢。其实我今仔邀请你来，我有上大的用意，就是要甲你斗三工。啊、我也希望讲，我的增文区，咱的建设会当予你做市长，包括好多我咧争取的抽水机。哎、欸，人一个李登辉当选总统的时，你敢知伊的故乡安怎？路细条拢开大条的，咱阿比亚总统嘛同款，伫关电所有的路细条啊，本来来下牙满道去到关电，看到细条路就知影讲只关电到啊，唔免看到伊的指标。结果在阿比亚做总统的时候，路拢开足大条的，所以阮若期待你会当初选会当过，在咱民主进步党内底初选你会当第一名，会当来为咱三门区、为咱整个溪北，咱袂去有边缘化去。咱三门区，我咧选议员的是六席，第二届剩五席，第三届剩四席，第四届剩三席，咱的人愈来愈流失去啊！你做台南县的县长做六年，我无做县长啦。你唔是有啥？我无做台南县的县长，做副市长啦。我讲对，台南县无做副市长。啊，副县长，副县长，因为吼，拄我讲了较紧。啊，你做副市长嘛，做六年。是。你有为咱台南市拍拼一项较大项的，你争取的，你来，互你讲一下。我想吼，30秒，咱的铁路地下化。是落尾的规个都市计划变更的时候，我带队。是你争出来。而且台南市啊，咱市长。我落尾带队去，我对台南市做今年的登革热，该处理掉，即马剩两个尔。全世界拢是讲这是台湾的这个奇迹。啊，你讲到地下水去要冲啊？啊，你著甲我问，你著甲我问，我著甲你回答吧。啊，你著讲伫铁路地下化，这铁路地下化你唔免讲，大家嘛知这市长的进程。无啦，啊，咱就是落尾拢有甲市长斗帮忙。啊，你斗帮忙。今仔日所有的工课拢是市长指示咱去处理嘛。我哪有可能？你停。安尼我知啊，铁路地下化算你的。啊，那安尼咱市长的民调伫六多，唔得爱一半算。市长，你著点点啦，你著我无叫你讲，你来哪咪讲？你就爱讲的你啦，你就爱讲的我，你会当叫我吼，甲你叫寡人吼，你讲啦，对不对？啊，你即卖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讲这市政中心，你若当选市长，你嘛是袂当决定啦，对不对？就是要让咱的台南市民来决定嘛，对不对？这是做一个市长应该有这种想法啦。因为这是属于咱台南市民189万市民共同的市政中心。你就甲我硬讲，你头拄仔就讲你无爱讲啊！你是即摆对我讲，你是安遐搞话啦？啊！你就甲我问，我就甲你详细回答。我尊重你，所以详细甲你回答吧。你头拄仔是讲你拢无爱甲我回答。啊！你就甲我问这个问题。你讲话嘛无算话，安尼是要安怎选台南市长啦？你吼，我想我甲你讲啦，我想是安尼啦。你若莫互市长为难啦，即个报纸刊到足清楚的啊啦！你身为民进党部的主委，佮做副市长，我感觉讲咱较大胆嘞。
把副市长撕掉，你以后就不用让议员叫他来站在这，把副市长撕掉，专心我们来拼选举。我相信说你只要开你的金口啦，说这个市政中心要刷来我们曾文区啦，所有客户的人一定大力出来给他斗三工来做你的跳脚，这是你自己放弃的啦。其实我今天要给你机会是你自己放弃的、你不用在那个扛棒给他写到这样啦，因为我有得到一个消息啦，现在我们台南市啦很多人啦都希望我们中院啦出来选市长啦所以你不想买你就给他占去你叫人要怎样，中院拿出来所有的扛棒跟机子我都用我的薪水来给他出，来给他出钱来给他做我就是说我本来很听你的，我也不知道说你怎么没需要我不要紧，只要你若是可以为着我们客户，为着我们曾文区，你可以让我们的人和客人平衡，我一定大声出来话支持你副市长。其实我今天绝对是真心的要跟他斗三工，要让你的民调可以再更高，所以在我五十分我都用在你的时间，你不觉得这样我已经很给你帮忙了吗？对不对？你说你不爱用的哦，这个时间我爱哦我也要借着今天给他建议啦。去年我们的登革热死一百多的你吼，我今天刚没炸来你对这个蚊关了不错，今年我们的登革热就两点而已，对不对？这我可以给他比大头不过有我们的里长在欢迎啦，像我们的里长为伊瓦基为很多里长他都包括一个在做事现在你先导登革热又先导你那个救心嘛，那罐药啊，细罐药啊，那卫生局要关起来，一些市病院吼，那要关起来啊。现在这个里长拢一直在埋怨讲，咱来就是要听看副市长来对咱有啥物帮忙，对地方有啥物建设。结果你去到地，拢讲过这两项，互因干嘛？我不给你，我不给你。你讲这不是事实，我希望你把那个里长叫来。绝对不是事实，我跟你讲，绝对不是事实。我不给你赢，你赢。我跟你讲，你都不是事实啦。你等下我新闻哥好吗？你不是事实啦。我未跟你玩弄啦。我必须要第一件跟你讲，这都不是事实嘛。我未跟你玩弄，我今麦是要跟你建议尔，我唔是要跟你骂啊。你讲有里长，我咧讲嘛吼。你是咧紧张啥啦？你甲里长讲话对一个里长嘛。我叫你点点，你想咧？我必，你都讲不是事实，我必须要跟你做一个声明，是爱点解我新闻哥呢？你唔敢和我多加跟你做声明呢？你咧主席，伊甲我讲的话，当然靠得来向我。我们这样子的哈，我们针对市政执行来讨论。你讲我咧质疑，另外讲我咧改。我是要跟你讲，你这不是属性嘛？我是要跟你讲，你唔通听你听我白讲嘛？其实你若要先导讲啊，你得要参选市长，咱莫跟他讲这两项。我跟你讲，都唔是跟他讲这两项嘛，无讲我要选市长。我得跟你讲，你唔是属性嘛？我等下留分钟，互你讲。我无一定要甲你讲啊。你讲，你是不是真牛话？我著看你安尼甲我问啊。你安尼吊郎当是要做市长？我唔是吊郎当，我对你做尊重，我拢做注意甲你看。我看你做水的面，看你也是对我的关心。哈，我来讲副市长，我是要甲你建议，讲你以后若办座谈会，甲里长叫来，好，你著甲里长讲，恁里里。有欠什么物件？有需要争取啥？茫干那独当迄两项啦！我甲你讲，我就是有，我就是有安尼讲嘛。你是安那未上，咪就要赢啦！我连你头拄仔讲无爱讲话，你搁要赢？你讲你丢人讲我讲这两项，你拄仔是安尼讲啊？敢毋是？大家咧地，你当调录音带出来看啊，录音带出来看啊。够散了，麦克该关起来啦！是袂听你？该讲我等下留时间，互你讲你是急要来啦。你问了太侪项，无随甲你讲个袂记一起啦。你问了拢毋是事实啦。你就袂记一起啊，咩安尼粗算啦。你就是吼。你是咩算市长？我替你烦恼咧。你唔免替我烦恼，你替家己烦恼较有影。我唔免烦恼啦。你替烦恼换到市民、居民对你个印象，还是安尼，即较要紧。我比你较好，我看你讲在分迄落，阮主任在娶新妇啊，人来甲你分迄落啥？分迄落面子啊！哦，过来个拢在挨打，你头壳个咸在打一个。我替我比你较好做个啦。我比你好足多啦，因为现在台南市民，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哦！你若是市长选无掉，
来咱这区选议员，歹势，我绝对让你，让你啦。因为我唔是靠做副市长，还是做议员来选我。啊，因为你，我嘛感觉你足可惜的。做台南县的副县长做六年，做台南市的副市长做六年，迄个负债都爱揭开啊。可是你就是无表现嘛，即摆还选到遮尼辛苦嘛，吼、哦？啊你。若是拄啊，即个副市长失掉，啊，咱若初选市长无过，你咪当来咱即区选议员。只要你是为着咱闸门区的建设，只要是为着咱闸门区，咱的市民的福利，我会当让你票啦，我会当让你票啦，好唔好？你阁真敖，真敖啊！无敖要出来选，对不对？唔是我敖，是阮的马头顶面是有智慧的啦，是阮闸门区我的选票，因敢嘛讲伊支持一个。实实在在要为地方服务的啦，好，我也不爱批评你家己提名的啦，好，啊，我也不爱批评讲啊，含我共选区的人，我不爱共批评。我本来是含你是一个真好的朋友，我唔知影讲你为虾米家己，我甲你讲，你我无叫你应哦。你惊我甲你应啊？我唔是惊你讲我应啦，另外时间。你惊我？你惊我？惊我甲你应啊？算唔知影？我若应出来，你是无好听，我甲你讲，嘿啦。是啊，咱本来人那是，你要搁转移迄个讲啊选议长的代志呢？我无要转移，我无要转移。今仔是我总结出的时间，我是为地方的建设，我知为咱曾文区所有市民的福利，哎，福祉，为咱大台南市民。我甲你讲，我搁要足侪要甲你问的，咱的市长加房屋税加地契税，只要你若当选市长，你讲你来，你的人来拢无要加，我相信你的民调一直起来。包括咱所有台南市民，一定会甲斗支持。我是要好意，要甲伊建议啦，我好意啦。结果唔知影你袂真袂，你头要长伫困的时，你就想讲今仔准备要安怎？我拢无咧想。你无咧想，因为我看到你今仔的态度就知啊嘛。我完全无咧想，我想讲国议员可能有要甲问一寡问题，安尼尔。啊，剩咧我无咧想啥物问题。我今仔针对甲你问的问题，就是徛伫我议员的责任。感谢。啊，我也是希望讲你会当出线。来选咱台南市长，谢谢谢谢。让咱的曾文区会当更加欢迎，让咱的曾文区有啥物好隆重的所在。好，我希望你讲的是真心话。我讲的是真心话。好，谢谢。好，我讲的真心话。啊，若无咱会当咱讲没有代替副就抓，那是咱家己的区出一个议员，出一个市长，遐咱是偌骄傲，你敢知？尤其咱曾文区是民主圣地的所在，你知无？我是真心的，我唔知你安怎看我。好，有时啊，咱的失败，咱有哪检讨？唔是干那来检讨别人，来怪别人。送你一句话，爱小心。咱的赖清德市长，伫咱大台南市，咱只有民进党几啊几下得调。你敢会记这台北市？台北市是国民党的大本营，是安那阿扁总统会调，就是因为国民党认为讲我稳嘞，伊才调。过来，选民的目睭是雪亮的。选民的目睭有咧感觉，唔是吹鸡啊鸭咧，你无要做工课，你就一定会当选。也让阮马道杨丽玉，我是足无爱讲伊的。伊民进党提名，我是无当的。为啥我会调？选民有咧看。咱大台南市，我想咱要送你两字小心，因为我惊影响到咱小英总统要连任。咱这是民进党大本营，你做了无好，咱的市民赶快给伊换开。要注意，因为我真担心，我真担心讲咱的小英无才调，阁继续连任，民调有咧加落落来。咱即马爱的是帮忙咱的政府，长市长讲一句话上好，伊关心咱的市政，伊咧关心咱的市政，伊毋是咧关心后一来啥物人要来选咱台南市的市长，伊嘛呼吁咱所有的民进党。诶，立委好好拼咱台湾的建设，好好给咱的市民拼伊的福利，来给市民忙活，咱安尼敢那善下去。所以我是伫担心，啊，今仔拄啊市长，因为市长拄啊要去参加咱的文化局一个开幕典礼，所以我感觉讲今仔市长，因为我无问到伊，因为我今仔日是针对我好意。要甲市长，要甲副市长你，让你的民调会当关开，希望你真真正正
会当当选到咱即回民进党的市长。我希望讲，你和我伫即间议事厅内底吵吵闹闹，因为咱是立场无同的。拄仔我有讲，我是议员，你是副市长，包括市长，当然咱的看法理念是无同的。毋过，我绝对交你同款，有一个上共同的理念，就是为着台南市民来拍拼，为着台南市这块土地来拍拼。今仔市长拄仔无来，我原本来要甲市长讲。伫这个议事厅内底，真侪议员甲伊问，伊都唔知要哪应。问伊看会做头尾，会去新北市尾。我本来要甲市长讲，你着大声甲伊讲，我的议员一定会做头。市长是有够格选总统的，2020年直接选总统。你若去新北市，啊，万一若去选掉市长要安怎？2020年要安怎？唔着含朱立伦同款？我要选总统无？我要选无？同款台北市、新北市的人，唔是同款，起来和咱台南市同款，议员问同款的话吗？所以你即摆你是副市长，应该是好好协助咱市长啦。啊，你若真正要选举，你甲市长、副市长辞掉，我受抓。虽然你唔免我甲你斗三工，唔过我足想要甲你斗三工的，因为我希望咱曾文市会当出一个市长。希望讲，你做市长，你会关心咱客户，莫互伊边缘化去。我相信讲，以你的智慧啦，你一定有法度做到整个规个台南市，拢会当平衡，拢会当双赢。所以你拢无搞我的话听了嘛，你着引来，咱着去烧麦嘛。我根本就毋是要来甲你烧麦，我嘛毋是叫你。你无要引哦，我讲着好，安尼记者你写较清楚。你搁引来咱的乱去，你敢知影？因为有可能你的头壳无想到安尼啊，你无想到讲这个秀珠真正会为你，我有够为你的。我会记起我伫台南县咧做副议长的时阵，你话讲秀珠啊，你甲我斗招呼民进党员，我敢那你的细汉嘞，你叫我去招，我来去招，招两三百个，忽然间，因为我对民进党的游戏规则我唔知啊，忽然间你又讲啊，也无要选立委，也无搁甲我放弃，足侪人两届，我拢甲伊招三四百个，结果阮遐一个大指头啊。主啊主啊！啊，你大概拢叫阮家移民进党，啊，家敢会看即摆拢无人，也无主，所以我拢唔知影要安怎交代。我感觉讲，我伫含你上届好诶，上届马子诶，啊，我嘛足感谢你。伫过去你嘛足委婉诶啊，我嘛唔知影讲你为着啥物代志，啊，你伫咧对我，啊，唔知有啥物误会，我真正是搞不清楚啦。就我今仔日，我感觉讲，我就是唔是要叫你来冤家啊，啊，我拄啊等迄杯啊甲。加迄是无使歹意，因为我昨无甲伊用着，吼，我是啊等去迄、那个，我是讲，我都还袂着甲你讲话，还是安尼一直讲话，对唔对？啊，我甲伊讲，咱要选市长，我着甲伊讲啊，你拄啊毋了记开无？你讲惊你记袂掉，我阁甲伊重复一届。只要你甲副市长撕掉，有需要我手抓甲伊斗三工，斗牙机啊，咱莫互市长为难，我一定所有我的团队。拢出来，改做拉拉队，改做走山玩，一定出来改斗支持。你甲我讲敢好？啊，你若无爱应，无紧，因为我惊你无方便伊。咱莫互讲话，咱莫互市长为难，因为咱嘛做民进党部的主委啊嘛，嘛已经会使啊。啊，咱若做六年的副市长啊，啊做六年的副馆长有够啊，这个副该客气。啊，你莫互市长互误会，因为即卖经济歹，佮食品的问题，你着去宣导。食品，那我咧做市长，只要我有当选，我袂予伊入我台南市。来，房屋税、地契税，只要我有当选，伫我任内无要加。哦，这选民一定甲伊拍破啊，一定甲伊按一百几个赞。啊，我秀珠啊讲的话，我相信囡仔有记录，我讲会到做会到。你只要甲副市长撕掉，咱的中院若出来就袂使哦，因为我有答应要挺中院。啊，中院若无出来，我会摕我的薪水来帮你做基啊。白用你做看板，我相信伫这间议事厅内底拢记录起。啊，我要甲你顺中阁讲一句话，我无想要甲你无好。啊，我足希望你会当当选到咱台南市的市长，予阮的闸门区所有的市民会感觉讲，市长伫阮曾文区，予阮有一个骄傲，阮会当出来拼，好唔好？你加油啦！啊，这是我的即阵时间啦。啊，你请等一下。主席，今仔我的咨询吼，阿毛有六件，
啊，他都按咱的局长嘛拢答应，啊，希望讲今仔咱做记录，啊，拜托咱的秘书长，秘书长，哇，你本来是这个地水吼，这个局长，啊嘛是上届熬的啦，啊，所以你嘛爱协助咱金阁、咱水利局、金阁大台南市地水这个代志是咱市民上届关心的，啊，因为这600000的水灾，啊，风好大。几乎是拢会去影响到老百姓的财产甲性命，尤其阮码头门单上重要。大概若风台水灾，都拢损失出大。其实咱的农民甲渔民拢足可怜的。啊，我足感谢讲咱市长真敖，会咱邀请到咱秘书长吼，来较早来做水利局长，啊，即卖来做秘书长，所以真感谢你请坐。啊，咱所有局长。地震局吼，咱的这个工业区非常重要啦吼。啊，你卡一份迄个报告好啊，一份咱的整个开发的流程，好，好不好？嗯，好，你看整理一份好吗？好，好，谢谢。今仔本席咨询的时间哈，啊，就到这，啊，真感谢咱在座哈，啊，咱各位局处长，谢谢。感谢郭秀珠议员所做的市政总咨询，啊，伊需要最后的这个结论的报告，甲请咱遮局处。再甲伊个提供，咱现在休困到11:30，继续开会，谢谢。